未来的作品会跟男友合作？嗯，不一定哎，可以期待看看。可以接受，如果不是跟他创作作品的话，嗯，这还可以再讨论啊。哦，事情没有一定。我外流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加入思维的。我想好要拍摄什么样的作品，目前都还在规划中，不方便透露那么多。但你有开始去看别人的作品吗？多少还是会，还是会。尺度没有上限，你可以期待一下。交往多久？交往3年多了。所以是之前跟之前外流那一个是同？对对对。一直是同一个，哦，那以为是分手。没有换啦，没有换，没有换。对。那当初就是跟他讲说你要加入思维格，他你是怎么跟他沟通？嗯，也就是像刚刚讲的一样，嗯，不一定就是加入思维格不好，我们只是希望借由思维格这个平台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而已。那未来的作品会跟男友合作？不一定哎，可以期待看看。可以接受，如果不是跟他创作作品的话，这还可以再讨论啊。哦，事情没有一定。我外流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我会加入思维格。所以你自己可以。有想好要拍摄什么样的作品？目前都还在规划中，不方便透露那么多。但你有开始去看别人的作品吗？多少还是会，还是会。尺度没有上限，你可以期待一下。就这两天有女性教招，未来有机会再回去参加教招吗？可以等看，因为还没轮到我。你自愿吗？他，哦，我不确定国防部后续的规划。那你还有跟以前同袍们联络吗？会啊，会啊。那他们也都知道你来参加？知道，知道，我们感情还算蛮好。反应都是那时候就支持。哦。可是我之后的穿着会有带一点军事的东西的话，会不会怕国防部那边会有干预或是抗议？应该是不会，就是一定会在规范内这样子。那也希望就是不要因为我的关系把，因为我已经退伍了，就不要再跟国防部牵扯到关系，影响到他们的一些声誉这样子。那当初发生的事情啊，被记过然后被退，当下的心情是？毕竟是一开始是我自己先违反营区的规定，在先让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去反驳的。然后其实国防部跟军方也都算很保护我，对，我就觉得其实这没有什么，就是为了自己做错的事情负责。那他们也很帮忙的去帮忙找那些外流的凶手这样子。都是后悔当时，就是后悔也。再一次就不会去做这种，因为毕竟他们一看就违反规定，是出了事情。对。这两天新闻好像就是蛮红的，就是感受到了。有啊有啊，很多粉丝来打气或者什么。大家的这其实算蛮支持的。那收到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留言吗？或者是比较暖心的？暖心的吗？就直接就说，转换跑道没有不好，就是很愿意做自己。那我就觉得大部分80%的人讲话都是很正面，然后很给予鼓励，我都觉得大部分粉丝们都还算是暖心的。